这首中国小调三部曲呢，主要是由三个乐章所组成。那第一个乐章呢，主要是在诉说着风的感觉。那第二个乐章呢，主要是在诉说着一位新疆女子的爱情故事。那第三个乐章呢，大家就非常熟悉，有一首《康定情歌》，那首男女对唱的情歌，那就是在我们的第三乐章。哦，我听过《康定情歌》哎。里面两个男女对唱好激烈哦，而且我也听过我们建材管乐社练的，我好喜欢小号那种响亮声音，就像一个曼妙女子啊。哦，那我们马上就来看看，这首中国小调三部曲有多曼妙。那我欢迎我们的指挥老师林伟芳老师。